对不起，你想跟我说的就只有这三个字吗？我跟姚胜男的婚姻只是个形式，这是两家公司的商业合作。我们分手吧，雪儿。我们能不能像以前……我从来不要求你公开我们的关系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同一个职场里工作。你是老板，我是下属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们有感情纠葛，公私不分。但是不代表我可以当你的地下情人。 你知道弗洛拉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个位置，我不想让华明月把这个位置抢走。我知道你为了这一切什么都可以牺牲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包括我会离开弗洛拉，也会搬出我们的房子。雪儿，你能不能不离开我？ 我爱你，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。你能给我的，我全都不想要了。